我们今年山东的手法已经都拍出来了，有一些动作稍微有一点变化，但都不大。大家在看视频，好像都看得懂，但一旦做下去，整个身体姿势啊，种种的变化都没有很准确，然后也做不到位。那做不到位，即便位置揉对了，都在揉表层，甚至有时候都会用蛮力把患者压得很痛。 所以如何来看视频，然后又能够看出自己的问题？那我们拍的就是来补足山东手法的不足，让大家一看，只要他哪里动作有问题啊，怎么看出来，然后就能够知道山东拍摄的标准动作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到？啊，所以姿势很重要，也就是你姿势做错了，你即便位置揉对了。 但很多效果是揉不出来，那姿势是要用看的。第一个没有站好，它就做不出来。哦，比如说这个脊椎，你站得太开，如果两脚站得太开，那这样就沉不下去，沉不下去，你自然就没有办法把力力道透进去。啊、哦，比如说你站得太开，那或是脚不不弯，就直接站死。 那这样就揉揉表层了，就没有办法揉进去。啊，你要揉进去的时候，你势必要弯，但因为你站得开，如果遇到上背部，不用很大力，哎，这样你勉强可以做出来。但是如果你做到腰部的时候，你要再进来，你就比较困难，因为你这样张得太开，这样它下沉的力量不大。那你看，如果 我们已经同宽，这样的上下幅度就变大了，所以可以把两脚搬开之后，哈、哦，然后两脚是八字形的，外八字，外八字形的，然后这样又可以蹲低，那落差大，你就可以很深层的揉进去，那这样就可以揉到很深层。啊，如果你张得太开，你这样再张开，那个力道也透不进去。 因为它落差小，所以你不容易进去，所以还是第一个就要强调姿势，所以要柔到深，然后又患者没有压力，然后又感觉轻柔，势必姿势一定要强调。那姿势只要一变化一错，那接下来的所有动作也就错。所以最重要要看学习者第一个站姿站的位置，比如说他。 要揉整骨下来，他站这样，那斜了就不能不能做出来。或是他即便站对了，但是因为他要把弓箭步拿出来的时候，他这里又失去平衡，因为他把脚跨出去，他又没有这一脚去平衡，没有往往外往后拉，这样身体还是保持中正的话，他也是做不出来。所以姿势。 就是站姿就影响到你后来的。第一个要求学习者的站姿，第二个要看他在做的时候身体有没有歪掉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如果这些姿势做不到位，其实他揉的都是表层，表示一些比较难做的痛点在深层的这些。 通通就做不出来，所以这样学习有一个好处：如果你知识做对了，不但可以把患者做出来，而且在培训也很快，可以看出对方有没有错。因为从这些基本原则，他只要有犯，你就知道他有错。那这样在原始点，他的学习过程中彼此就可以互相纠正。那这样更多人要学习就更更快了。 那以后，如果有人只要看到，哎，他知识错了还在教，那很明显，你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。所以这一套手法，我姑且名之为手法辨真伪。然后这一套，这样可以补足我们山东的一些不足。